整个赛季大家都表现得很好，不管是默契上还是气氛，我是觉得大家都很融入在这个团队上，一场一场打上，我觉得都蛮进步蛮多。我这球天空的球大放一挥，哇，出去了！当下的心情是很开心啊，也很振奋，没有想说会打全打，反正因为我比较球就是确实这样子，我自己觉得自己的成绩还可以啦，但是还有一些小缺失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更稳定一点。领导这个方面，我也觉得还可以再做一些变化，像是跟投手的搭配啊，或是引导他要怎么去投这颗球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。因为我们是输了嘛，但是他叫我们不要想太多，后面还有路要走，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就好，就是做自己。我的目标是每一场先稳定的成绩啦，不管是守备还是打击，希望就是能上职棒啊，因为这都是我们打棒球很多人的梦想，对吧？